11月12日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易烊千玺拍摄新戏时的造型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易烊千玺应该是刚化完妆出来，准备赶赴片场。一身古装打扮的他英气十足，头上的莲花造型发髻非常抢镜，颇有几分盛唐时期的意境。还有网友开玩笑称，路透的新戏造型神似葫芦娃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副打扮仔细看的话还是蛮帅的。网友看了也是纷纷评论道，英气十足，正气凛然，看着就想到温润如玉这个词。